欢迎收看立柱视频赞助播出的《娱乐看看》，当年的超级女声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没关系，梨园初你有听过吧？睡前大脑男王，盛典拉开帷幕，倪尊作为特约邀宾，将你和你一起见证男王的诞生。迎春于生于四川成都，父亲是名铁路警察。他的名字是由担任中文系教授的爷爷为他起的名字。希望他像春天一样永远生机盎然。上学时代就拿过校园歌唱比赛第一名。大学毕业期间被母校四川音乐授予音乐是最高奖衔。看来明星并未提前，背后也是很有努力的。如果喜欢的节目，就分享给朋友吧。